把电箱开半边。先把它稳固，推顶杆拿过来，那个撑开器拿过来。有，我们头尾要拖消防衣给他盖了。哎呦，夹棍哦，脱掉双夹棍，你的脚会夹住是不是？先拿过来，过来器材。先把它稳固，推顶杆拿过来，那个撑开器拿过来。啊，那个救护的先帮忙处理。对，这边把它撑开。膝盖那边吗？还是大腿？小腿。小腿。他现在是左脚踝被那个方向传动轴，他那个驾驶座的底部那边夹住。好，我上颈圈哦。好，你上颈圈，他就在这个地方，他把这个颈拧开来。有，我们头尾要拖消防衣给他盖了。